环境局推动全力巡逻工作，在警力有限的状况之下，希望会当健全各全力的巡守队作为，加强合作警方维护治安。局长林清秋为着要鼓励巡守队的巡逻，特别结合巡守大队部办理今年度绩优巡守队的奖励，会当得到奖励金50,000元，搁奖牌一座。希望大家让共同来创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环境。那我们大队长谢成晃哎，事业有成，那非常热心公益，特别自己提供的资金哈，奖励我们6个分局，今年是试办第一次，希望一个分局先挑一个代表，那明年开始可能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巡守队。我看了我们大队长出去嘛，真大方。一次就给50,000元奖金哈，当然我们一个巡逻队人不少了，对他们是车水杯薪，但是表示一种鼓励跟肯定的哈。对巡逻队，我们从1990年10月21日就成立到现在，已经有10几年了。这中间我们协助警方破好多案件，不管是现场的窃贼也好，通缉犯、烟毒犯啊，都不敢在我们里内生存了。假如我看到可疑，一定报警察。去给他临检，把他打乱，不敢住屋在我们在文化里里面。局长讲，环境局是第一届结合巡守大队部，用实际的奖励来鼓励在职优巡守队，这卖让鼓励着巡守队的队员。希望六个巡守队都能发挥在地服务的功能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